我兄弟的妹妹好像对我有点意思。咱俩玩个游戏呗。什么游戏啊？瑶瑶，你干啥呢？奥哥，你醒了。哦，你这做饭呢？我饭快好了，你等一会儿吃完再去公司吧。哦，那啥，我不吃也没事儿啊。我做都做了，你吃完再去，马上就好了。哦，你不是今天休息了？哎呀，晚工作中了。吃饭了，饭好了。这是巧克力饼啊。这是煎鸡蛋。那个忘了告诉你了，我鸡蛋过敏。那个大胆儿，你吃吧，人家特意做的。你拿筷子。妈呀！我咋过油了呢？我没睡醒，我再睡会儿。哎，你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你都嫌弃我。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呢？慢吃。行，我吃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吃？整挺好，比昨晚强。那个啥，我刷个牙去啊。在哪儿呢？就在外面椅子上。哎呀，我这刚开一局，那，哎，等会儿啊，就把这个衣服放洗衣机里洗一下。这啥呀？我掉小吊带。行。哎，你再去另一个厕所，帮我把那个衣服拿过来。不是，你考虑一下，一次性说完呢。是这件衣服吗？对。这穿的啥玩意儿？这是。不用你管。浩哥。哎呦我去！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等会儿啊。不是你拉窗帘干什么呀？咱俩玩个游戏呗。什么游戏啊？咱玩过家家，我演妈妈，你演爸爸。那是。谁演孩子？孩子还没出生呢。喂，算了吧，我没干将的臂力啊，我玩会鲁班挺好的。别玩我嘛。